想请教你，就是呢，此时此刻是修哥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嘛？是是是，那也算是你们另一种层面的合作。那我想要，你觉得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修哥有什么更不一样的地方？修制作非常有眼光，我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的演员都非常的优秀，而且都非常适合那个角色，所以他也并不会认为，我剧中的周丽文。跟我的助手在谈恋爱的过程，他并没有让别人演，还是让我演了。我觉得对我来讲，可能是某一种福利吧。他也很大气啦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开玩笑啦。我觉得就是那个角色让我很开心，然后谢谢收制作找我演，我很荣幸这次可以在金钟跟大家见面。为什么我觉得墨镜要戴起来了？今天的造型老公有说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是临时决定剪发。我刚刚才剪的，我在今天的刚刚才剪掉我的头发，所以我只是说我要剪头发了。然后我女儿们就说，我大女儿就说，妈妈，我从小最讨厌就是你短发。我说我常做我自己，要不剪她头发，剪我头发。所以我今天很开心。对于今天那个中空，还好吧？我之前答应你，应该看过不同的奖，我都有出席不同的样子。今天算是端庄吧。美。干嘛这个笑容？他看到了吗？他现在人在泰国，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就被我通知，也在等着。现在应该看到了，喜欢吗，宝贝们？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是我们要迎接女神了，双金影后贾静雯。继五年前以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拿下生涯首座金钟视后，今年再次以此时此刻入围了戏剧节目女主角奖，与同剧的演员郭雪芙角逐视后。她在剧中饰演恋爱实境节目的制作人，精明干练，被网友刻为台剧最好嗑的 CP 哦。都很强，所以先抱着平常心来跟大家同学会聚会。Hello。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双金影后贾静雯，静雯姐好！哇，静雯姐你太漂亮了，太美了，你保持得太好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我小的时候演静雯姐的女儿。对，为什么真的是有这一段故事？我也很开心今天在这边看到你。是呢，女儿长大了，妈妈却非常的冻龄啊！谢谢谢谢。其实这次的角色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，她是这个恋爱实境秀的制作人，是非常精明能干。但是呢，你跟这个小助理擦出了火花之后，没有想到呢，她的冷淡的一个表现让你非常的难过，你那个转折好细腻哦，是怎么揣摩的呢？其实不用揣摩，我觉得每个女性在当下如果都会被这样对待的时候，她自然而然的表演，看到曾静华的眼神，我就愤怒了，超生气，拳头超硬。我想说，前一晚才在，对，怎么第二天变这样呢？没肩膀，no no。那静雯姐，我想请教你。就是呢，此时此刻是修哥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嘛，是是是，那也算是你们另一种层面的合作。那我想要，你觉得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修哥有什么更不一样的地方？修制作非常有眼光，我觉得此时此刻所有的演员都非常的优秀，而且都非常适合那个角色，所以他也并不会认为，我剧中的周丽文。跟我的助手在谈恋爱的过程，他并没有让别人演，还是让我演了。我觉得对我来讲，可能是某一种
福利吧。啊，他也很大气啦，对不 对？没有，我开玩笑啦。我觉得就是那个角色让我很开心，然后谢谢收制作找我演，我很荣幸这次可以在金钟跟大家见面。啊，为什么我觉得墨镜要戴起来了？但不管怎样，恭喜金文姐，祝福你顺利得奖。谢谢，我里面请哦。来，里面请。哎，你的造型老公有说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是临时决定剪发的，临时，我刚刚才剪的，我在今天的刚刚才剪掉我的头发，所以我只是说我要剪头发了，然后我女儿们就说，我大女儿就说，妈妈，我从小最讨厌就是你短发，我说我常做我自己，要不剪她头发，剪我头发，所以我今天很开心。为什么突然想要剪？我想换不一样的感觉，但是。上次好像是跟齐秦大哥拍的，他多久？然后还有一个家家福，就是我这个短发。好久，家家福的时候，对，家家福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短发了，所以今天还蛮开心。那对于今天这个中空，还好吧？我之前大家也应该看过不同的奖，我都有出席不同的样子。今天算是端庄吧。美。干嘛这个笑容？看到了吗？他现在人在泰国，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可能就被我通知，也在等着。现在应该看到了，喜欢吗，宝贝们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我继续了。紧张不会吧？今天很开心，也在这边跟很多好朋友见面，然后此时此刻也入围了很多，所以也替收制作开心，恭喜恭喜。其实我每一次在工作的时候都会彼此鼓励，我觉得说在这个时刻都要去享受当下的快乐，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快乐他都会说，哎，你很棒啊，做得很棒，谢谢。